我们现在去吃牛排火锅。我今天回成都的，好不容易做一个活动，是傻吧逼。嗯，是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牛排火锅，看我眼睛好漂亮哦。我们又来了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哼，我爸比穿了新的鞋子，耶、yeah！ 你这个头发已经没有了。每次来成都都没有机会吃火锅，今天时间比较充裕。啊，这个成都的这个 IFS 这条道，就是风还挺漂亮的，特别的。到了，下车，牛排老火锅，我们好像过号了，爸爸和爸爸，我已经过号了，我是拍的视频。确实过号了，要再等三桌。发现这里有一个卖桃酥的地方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小桃酥。1个小时的队，终于吃到了。乖哟，爸爸来猜这个，爸爸。耶！啊天哪！这泡菜也是特别特别正宗的，它这个也是。哇，这个绝对好好吃惨了。小土豆，这个小土豆是成都的，我觉得是成都的特色吧，算。然后先煮的特别特别的软，软糯，然后再下进去，特别好吃。这是耗儿鱼，还有我爱喝的唯一豆奶。抄手，里面有虾，里面有一个大虾仁，超级好吃。吃饱了吗？开心吗？OK。 他开心吗？他说 OK。 吃饱了吗？好了。开心吗？耶、yeah。 OK。